现在我在广西回四川的高铁上，因为要上班的原因，我选择一个人先回四川，给大家看一下高铁上的客流量吧。现在这个是六号车厢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车厢里面有几个旅客。一共有差不多180个座位的车厢，就坐了2个旅客。我们再去另一个车厢看一下，这个车厢也是这种情况，没人，一个车厢就坐1-2个人吧，好像就像包车了一样。我们现在又来到了另一个车厢，也是这种情况，看了3个车厢都是没有人，一个车厢就2-3个人。这个车厢更是没人，连一个旅客都没有。大家看一下，刚刚去看了4节车厢，有3节车厢有1-2个旅客，有一个车厢连一个旅客都没有，这是我见过春运旅客最少的高铁了。不过这个特殊情况没有其他特殊原因。